的路程，突然之间就在眼前，严上告底。好友啊，你真是不懂体谅受伤的人。青龙寺的几位不敌成功一伙，为水翻头，我只记得拖好友一人落水，怎有两道剑气？伊是谁呢？混魔峰，你敬小王东归一亲，剑术仙家由衷佩服。接下来就交我以青龙寺吧，我会将你安葬在后人祭敬的后山。太师行之时，你也能第一时间听到好消息。这是原来提早落地有一定的用意。我教孙友，真是我教孙友。不过好友应是公孙秋的旨意，虽未告知青龙寺因我合作之声，但伊必然了中，怎样其实无人会对上我。伊将混武功暗中，怎会突然间转样？剑子先生，你平安回来了，你怎会在此？自然水先生，你可能会受伤，所以要红衣来此照看。那这天色，夜一档，是自然为红衣所准备。好友也真是细心周到，先生，红衣已经准备好上好灵丹上药，请服用。受伤之意，先锋你不用劳烦。另外，主人已经用先生的名义定下明月楼定熬一个月，咱红哥的啤酒十五，以及五斤吉布灵必然大丰厚。不是变高啊！你讲什么？自然水，红日在一人之境，不能过得太长。虽然不该亏待你，但总感觉怪怪。不过自然也真体贴先生，已经比较有红日的态度，略减两级，就是惊造成先生的负担。贵州的生活水准就是与众不同。红衣先入来打你，好友啊！我不过请你出剑，你却连先锋拢送过来，剑术实在受宠若惊啊！